嗨，大家好！2014年全球华人新秀歌唱大赛新西兰南岛选拔赛，我是6号选手宋九凡，于2013年来到新西兰，参加比赛是我，应该说是年轻时的梦想，在这个选手里面，我的年龄应该是最大的，年轻时没有实现的梦，我希望在这里能够有所实现。当然了，结果并不是重要的，我想享受这个过程。非常感谢所有的媒体，所有的一切服务人员，让我有这样的机会来展现自己，谢谢大家。